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玩一只 game 咧，就好耐之前都有玩过一只 game 嘅。咁呢一只 game 咧就系咧，我唔知点读呢只。咁但系咧上一集咧我就喺直播度玩过一个大结局嘅。咁之后咧第二集咧就玩咗一阵，跟住就冇玩到嘅。咁 save 就你见到咧系玩咗大约35分钟到啦。咁所以咧我哋就重新嚟过啦。反正35分钟好快过嘅。咁啊重新嚟过啦。本游戏本包含大量极端观点，激进内容，咩理智成年人游玩。除此之外咧，有大量粗口低俗啊，可能不适合直播啊，未经剪接。咩投稿？哇，好惊已经一嚟就应，即系可以唔使玩系嘛？有冇复活二？原来呢只 game 叫复活啊嘛？咩系呢一个叫做巫族？巫族之旅之前，请确保你已经玩通呢、這、一个，即系通过关啦。第一集有呢个自动保存嘅，自动保存选择难度唔使问啦，极限适合黐线佬嘅人玩。自动存档同埋自动护弹装备禁用，好禁用。基于完全的狂怒制作，呢个系名嚟嘅。佢个名系基于完全的狂怒，定叫做基，定系呢个完全的狂怒？我已经好乱。食饭啦，仔你阿妈今日咧唔知咧仲未翻，所以咧将呢个晚饭整好啦。哦，啊，去边啊？唔通喺厕所？使用方向键意识，哎，我系呢个人。儿子课本同埋辅导书，咩啊？放咗呢个笔记簿同试卷咩嘅呢个？哇！今日考到咧成咩屎咁？呢个老师系咪更年期啊？点解咧喺个讲台上边乱咁叫啊？我只耳仔就系炸啦，就系爆啦！算啦，去食过呢一个咩汉堡包，去呢个 M 记食一食先。哇！烦到呕啊！佢咧变到好暴躁，只系咧问我只 USB， 但我冇带，竟然冚我一巴，仲话咧要将我怪呢一个咧嗰个表白墙上面，我做咗啲咩，就要咧公开咧审判我，公开处刑。最近咧感觉咧瞓得唔系几好，成日都梦到一个魔法阵定唔知咩，仲有咧一个不男不女嘅声咧对我讲嘢，但系咧听唔清佢讲紧啲咩，唔通我咧要食一啲嘅药咧开始？哇，呢个系咩一回事啊？哇，上堂咧听女老师咧都喺 Miss 讲嘢，听又听到咧，我睇唔明佢讲咩喎，咁多圆形大佬，好啊，呢度唔知讲咩，今日精神好好，但系咧感觉全身唔舒服都消失晒。放弃咗语文上即系言语上嘅文明，原来系一个咁爽嘅事，可以放开讲李妈事啦，真系太舒服啦！哇，呢度已经劲多粗口，哇，呢度劲多粗口嘅日记，我妈系问我点解考得咁差，呢个咩回事啊？我要问下佢先，哇！咩噶？哦，吓！我见到有个新闻咧，有个17岁高中生咧，将佢阿爸阿妈杀咗，系咩？有啲咁嘅事？系啊！警察到咗之后咧，仲谂嗰个人咧，仲谂住咧系袭警啊！好在咧，将佢咧射死啊！如果唔系就，唉，讲真啦，我觉得系假嘅。最近啲离奇新闻咁多咧，我咧唔相信有咁多一啲恐怖嘅事件咧，可以吸引眼球。点咩意思？咩点啊？就系嗰啲咧新闻 app 都用嚟制造出嚟一啲假新闻，用嚟炸一啲嘅流量啦、点击数嗰啲咯。唉，真系啊，我都感觉唔会有啲咁可怕嘅事，而且最近啲离奇事咧都好多。有嗰啲高中生咧杀阿爸阿妈，我琴日仲见到讲咩大公司嘅领导咧喺新闻发布会上咧当众咬人啊，讲到啲生化危机咁啊，明啊？睇得出咧都系假噶啦。哇！杀阿爸，哇！有冇爆咗啦呢度？突然间睇得出假，跟住即刻嘣咗，哇！哇！咁所以呢一个系咩关系？哇！哇！我已经得翻劲少血黐孖筋，得翻一滴血啫。哦，依系个身法。有呢、這个有呢一个咁嘅画面啊，全身都系血，一血都唔喐，好似系死咗。睇嚟咧唔系因为车祸，车上咧冇任何痕迹，手入边咧有锁匙，发电机屋嘅锁匙。我知道咧一定好困惑，大家都系咁。你喺一个唔知咩地方醒翻，
唔知点解咧，自己会喺度，唔知呢度系边度，亦都唔知发生咗咩事，一切咧都有一个冇任何嘅理由。我自己都唔系好清楚咧发生紧啲咩事，我净系知道咧你唔系唯一一个，我亦都唔系唯一一个。如果你咧喺度咧睇紧呢封信嘅话，我必须要话俾你听一样嘢，无法阅读巢爸爸的记录。我嘅呢个位置之前就系差唔多玩嘅，电子锁会唔会醒快啲？成日都吓你喺度。发电机小屋锁匙，哇，劲惊！恢复电力咩啊？好似冇恢复完成，点样恢复完成啊？吓，就系咁啊！哇！咩事啊 ？Who are you, man？ 俾你个提示，你一阵会用到你足以齐身携带刀。唔系你俾我咩？系咪你俾我 ？Friend，my friend， 刀，露营刀，一个桶入。俾你个提示，唔得，唔可以捅佢呢度。差唔多有鬼啦，系嘛？即系话。哇！你真系会醒啊，咁样好惊啊！唔好过嚟啊！开门 ，open。哇！呢个系咩？你啲主角系唔识讲嘢啊？又系啲主角唔识讲嘢嘅游戏嚟噶。醒晒，即刻立把枪先。哇！冇弹。哇！跳得咁快啊！哇！啲跳远高手嚟啊！哇！即刻锁埋添喎。好，差唔多啊。呢度就系，呢度就系差唔多我哋一开头玩嗰个位咯。我记得里面咩都冇，里面咩都冇，里面咩都冇。好，系一只黐线游戏嚟嘅，其实系嘛。咁 shift 嘅武器，然之后咧揿 reset 咧可以进行攻击，揿 X 可以咧。开以移动模式揿 X 再取消，黐孖筋！我玩呢个极限模式，绝对冇可能系杀佢哋噶。你啲生化危机 game 咧，前期咧佢系唔系好鼓励你去打一啲僵尸，因为咧你系绝对唔会够弹去打佢。哇！喂！哇！差啲死！所以我相信呢一隻都唔会系鼓励你去打佢。哎，哇！停手，首先我知道你害我。啊！你叫得好难听啊，老鼠死！我嘅呢度啊，呢度咪上次系咪入唔得噶？唔入得呢度。听到呢啲应该都好恐怖嘅剧情，点解可以？点解可以整呢啲 game 咧？呢啲系黑暗黑暗嘅游戏嚟嘅，呢啲系未够十八岁系绝对唔玩得，亦都唔睇得嘅。好，所以我喺影片度都会标明十八岁不能看定点，要确保自己心智成熟咗先得啊。系啦，我应该成熟咗大概都有七成，所以应该 OK。哇 ，Wake fan my fan， 微型 SD 卡，喂，仲睇？图片咩低 B 图？喂，唔好睇啦，低能图足咩已更新大佬？公园后门锁匙 ，OK？ 呢啲绝对唔会打嗰啲人系。同埋咧，你见到佢个攻击模式咧都几劲。佢大概喺你面前两格嘅话，就会跳前嚟攻击你。所以咧，唔好随意去打佢呢啲，系咪可以 save？冇，咁我哋翻去 save 啦，因为我记得嗰个位置差唔多要打大佬噶咯，其实。我大概打到去嗰、那个，好呢度 save， 大概玩到去啱啱嗰道门锁咗，入咗去之后嘅剧情，过多五分钟左右咯，啊，差唔多。但我唔记得咗点过啦，一阵间过一关，已经唔记得点过喺呢度。
公园后门锁匙喺呢度啊。嗯，哦，睇下边个？哇，靓妹今日雨好大，你唔觉得你着得有啲多啊？咁湿咧，会唔会感冒嘅？喂！点打呢只？我唔记得点打啫。Help me, man！ 呢个极限武器真系好极限。我咋？一咋？应该系咁打系嘛？我咋？哇哇哇哇哇！劲恐怖大佬！我过嚟啊！痴汉，痴汉，假动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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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佢唔开技嘅依家，咁唔开技嘅依家定话？咁因为太近嘅关系，所以唔开技。正常咗，喂，出咋？佢太近，所以唔开技，要远啲先开技。我哋攻击嘅范围，即刻死咗。哇！好啦，咁今日玩住咁多先啦，呢一集咁下次睇下系直播形式啊，定系录俾大家睇啦。其实呢一类，我觉得直播会好啲嘅，录影就可能冇咁好。我都唔知道系啦，俾睇下大家点睇啦呢只 game， 即系想睇录影啊，定系直播会好啲？咁啊，俾大家拣好。咁啊，呢一只嘅 RPG 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喺直播或者录影见，拜。